因為大家都其實辛苦咗咁耐啦，戴住口罩，我諗呼吸都會暢順啲添啦。因為始終戴住都會焗到埋嚟緊，會越嚟越熱啊嘛。不過室內某啲地方，我覺得都係應該要戴。我覺得現在就是出門如果不戴口罩的話，我會更願意就是不出去。